清氣流。復活後節後第二主日聖餐崇拜。耶穌對多馬說：你因看見了我就信，那沒有看見的就信的有福了。同唱《晉唐詩普天頌讚》第185首。願主與你們同在。人對我說：你我同往主殿去。你們都來和我歌頌主。上帝是靈，願讚美歌於上帝，聖父、聖子、聖靈。我們同讀榮耀主頌。唯願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他的子民。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聖父，我們敬拜你，感謝你，為你的榮耀稱頌你。主耶穌基督，聖父獨生聖子，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罪的主，憐憫我們。坐在聖父右邊的主，應允我們的禱告，因為唯有基督是聖，唯有基督是主，唯有耶穌基督和聖靈在上帝聖父榮耀裡同為至上。阿門。願主與你們同在。我們同讀本主日的中文，復活後第二主日的中文。全能永恆的上帝，
你是信心者的力量，是怀疑者的盼望。求主使我们没有看见的，能信心去接受基督全备的祝福。主耶稣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一上帝，世世无尽。阿门。请坐，请听本主日的经课。今天的经课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即新约圣经第一百六十八页，《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是上主的道。我们继续用启应的方式去诵读诗篇第133篇，在旧约的圣经757页，诗篇第133篇，读经台这边先读，最后一节请同读。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地美。请同读，又好比黑门的金炉晾在席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始初如此，现今如此，后来亦如此，永无穷尽。阿门。耶稣的圣福音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由19节读起，愿荣耀归于主基督。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倒提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 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又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上主的福音。我一同的祈祷。
天父上帝，多谢你恩典，你在我们当中，你做奇妙的事情，你真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信，我们就是有福，这个福气是因为你给过我们的，好叫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与你相近，与你常常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断地看见你，不断地知道你，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今天的时候，我们的敬拜交给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对我们讲说话，你给孩子有简单合宜的说话，与我所爱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分享，你的灵运行在你的当中，主你向我们吹气，领受你自己的圣灵，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个经文。这两个经文就是讲到复活之后，耶稣向门徒显现，看到门徒显现之后，有一个人不在他们的当中，就是多马。耶稣过了八日之后再来找他。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原则上我们差不多在每一个的复活节之后，我们都会读这段经文，每一次的时候都要来到去看看这段经文究竟对我们说什么。其实这段经文我讲过很多次，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就是耶稣向他们吹气，那是一个主题。有一次我曾经讲过，就是耶稣愿他们平安，就讲平安。有一次就讲到的时候，门也关了，耶稣站到他们当中，即是说门不能够阻止到耶稣进入去那些关闭的门的里面。今天跟大家讲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讲到耶稣是为你和我而来的。耶稣他来到他们当中是因为他复活，不是真的单复活那么简单，他来到他们当中愿他们平安，亦都唔係淨係願佢哋平安咁簡單。耶穌嚟到個當中，嚟到看顧佢哋，睇佢哋點嘅樣，睇佢哋嘅承認係點。因為佢哋害怕，害怕到個地步，門都關了。其實佢哋已經知道耶穌已經復活咗，因為喺七日嘅頭一日嘅時候，有兩個婦女瑪利亞同埋抹大拉嘅瑪利亞已經去到墳墓嗰度嚟到去揾耶穌，揾唔到，點知係見到天使。見到的時候就問他們，為何在死人的活人的當中，活人的當中來找死人呢？耶穌不單止顯給兩個婦女看，顯當時彼得和約翰走到去這個的墓那裡的時候，他們嗱嗱聲走進去看，看到耶穌的身體不在那裡，裹屍的布已經摺埋擺在一邊。然后他们在那里看的时候，这个的约翰就会说，因为他没有说过是谁，那门徒，因为他自己写这本书，那门徒就是约翰。约翰他就信了。如果你看回在圣经，在这个二十章的第八节那里，门徒进去那个墓里面，那个坟墓里面，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了。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痴痴地信呢？信到一个地步是怎样呢？原来有一些人他们要看见才信的，他们看见好像那些门徒看见，哦，耶稣的身体不在，裹尸布放在一边，耶稣果然复活了。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那一晚穿过个墙和门都不能够阻止耶稣的进入，耶稣向他们说平安。其实他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如果不是，耶稣不需要跟他说平安，平安在你的当中。然后说完平安就向他们吹气，耶稣吹了口气，我们有没有想过是很重要的？其实可以，耶稣可以不跟他吹气的，平安就算了，为什么要向他吹气呢？想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创造人之后，他看见这个的亚当躺在地上面，亚当仍然不能够行，不能够走，但是当神说
我将口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做人不单止做，还要吹口气在他们 的鼻孔里面。耶稣去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吹口气，为什么呢？说圣灵吹入他们里面。那他们已经是生勾勾的了，为什么还要口气来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说，一口气吹在他里面，圣灵入住在他们当中，圣灵常与他们同在。我们今天是生勾勾，但是我们会行会走，而我们有没有圣灵在里面呢？而我们有时候说我们的灵魂有没有苏醒呢？好像诗篇23篇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缺乏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看他的水边。他说到一件事，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很多时候我们做人，甚至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好像睡着觉一样？我们的灵睡了觉，我们会行会走，我们生勾勾，但是我们的灵睡了觉，是不是耶稣就要出口气在他们生命里面，好叫他们的灵魂苏醒？而灵魂苏醒之后，圣灵就常居住在他里面。这个很重要，向他们吹气，不单止他们吹气，然后告诉他们知父怎样差遣我，他已经差遣了我了，今天我差遣你们。不单止是差遣，还给他们权柄有能力，给权柄有能力，就说你赦免谁的罪，他的罪就赦免了，要留下边个罪，佢个罪就留低啦。其实嗰啲嘅法利赛人，嗰啲嘅文士，曾经同耶稣辩论过呢个问题啊。因为耶稣医好啲人之后，嗰啲人医好咗，耶稣好多时就话俾佢知，你嘅罪赦免咗啦。耶稣就话你唔好再犯罪啦。甚至耶稣话你嘅信救了你啦。嗰啲人话你系边个咧？你是谁咧？你边？你点解能够去赦免人的罪的呢？唯有神一位，其他人都不能够赦免人的罪的。耶稣是神，是神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人子，但有这个能力来到赦罪。他这一次他来到门徒的帮中，不单有吹口气在里面，使他的灵魂苏醒，不单止他的灵魂苏醒，差遣他们，而差遣他们之后的时候，给他们权柄能力。这帮的门徒信不信呢？信不信他们已经是有受圣灵呢？这帮的门徒信不信他们被差遣呢？这帮的门徒信不信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呢？似乎他们都信了，因为耶稣死而复活了嘛，所以他们全部人都信了。不过有一个人叫做多马的不在他们当中，因为那天多马不知道去了哪里，不在当中。多马不在当中，怎么回来的时候，那门徒告诉他知耶稣来了，耶稣向我们吹气了，耶稣差遣我们，耶稣给能力我们，这些东西都告诉多马知。多马说我不信的，除非我的手探入他钉痕的手里面，手探入他肋旁里面，如果不是我不信，我总不信。耶稣去见那门徒，是为门徒而去，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平安而去，给他们的能力，为他们而去。他们信了，怎料多马不在当中。八日之后，耶稣亲自来，为多马一个人而来。当我看圣经，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出不了声。耶稣本来是为11个门徒而去，当时因为犹大出卖犹大的已经走出了，只剩11个门徒。但这11个门徒当中，多马不在，只有10个门徒关起门上来，他们害怕。但是多马不在，多马说了一句话，除非我摸他的手，摸他的肋旁的钉痕，如果不是不信，
點知佢呢、這個佢就係耶穌。八日之後，特登為多馬而去。我就成日喺度諗，耶穌，你有冇為我而嚟咧？當我諗到耶穌都冇為我而嚟嘅時候，我自己突然間打個冷震。有啊，好多時耶穌係為我而嚟。可能呢個故事曾經講過，好多年前我因為病入咗醫院，醫院同我照 scan， 照咗出嚟就話有啲照咗一啲嘢唔應該睇嘅，就睇埋啦。咁我話啲咩唔應該睇咯？佢話唔應該唔係照嗰個部分，但係就嗰個部分咧就照咗出嚟。佢話你個腎有個腫瘤，再要去照 MRI。點知道等咗四日 MRI 排期都排唔到，因為我喺醫院度做噶嘛。咁應該排期排得好快，四日都排唔到。嗰四日乜都諗過，點安排啲乜嘢？我幾時死？死咗之後係土葬又火葬，就如果死咗之後嗰、那個 funeral 嗰個安息禮拜係邊個講道？我諗下，不如自己錄埋音，自己講埋佢。我乜都諗過，諗曬啲嘢就瞓唔著覺，瞓唔著覺就企喺個窗口就望窗，係半夜啊，半夜望窗。點解望嘅時候，突然間看見一個光？從遠而嚟，夜媽媽，半夜冇燈，乜都冇。因為咁嘅時候，個心裏邊好平安，翻上牀瞓覺，瞓到做個 baby 咁，第日就瞓醒。但係記得一樣嘢，上帝個光從遠而嚟。當我想到這裡的時候，耶穌就曾經為我而來，他來探我，來告訴我，他看顧我。耶穌他來到十個門徒的當中，多馬不是當中，多馬說除非我指頭探入他的釘痕的手，探入他的肋旁，如果不是我總不信。八日之後，耶穌為他而去，為多馬一個人就來到他的當中。他說，多馬，不要疑惑，總是要信。你來，你將你的手摸我釘痕的手，將你的指頭探入我的肋旁。耶穌說得出多馬當日說過的話，就是他不在當中，多馬不在當中，回去見到門徒的時候說，除非我摸他的釘痕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不信。耶穌不單止來見他，單單的為你他們見他，耶穌說回他說的說話，耶穌聽到了。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祈禱神聽不到，神不知道，你以為呢？原來每一句說話經常都聽到。你說你不信嘛，你不摸過 你不信嘛，我來顯給你看，你來吧。你猜多馬敢不敢？聖經沒有說他有沒有摸他的釘痕的手，聖經沒有說他有沒有探入他的肋旁，聖經沒有說。不過我們可以猜一下，我想他不敢，我想他不敢，因為他只是說一個說話，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即是說多馬這口信，那你怎麼知道多馬信呢？因為多馬因為這樣的時候，他就為主來到傳道，將來他為主傳道往東邊走，然後走到去印度，然後在印度那裡傳道。這個是歷史話緊俾我哋知，直到好多年前有一日，我個仔讀嗰個基督教嘅
學校。嗰陣時佢係小學嘅，佢有個朋友係一個印度人。呢、這個印度人就係基督徒嚟嘅，但係佢哋小學啫，喺度講話點解你印度人會信耶穌嘅咧？佢話：我哋全條村都係信基督教，點解啊？因為多馬傳道傳到我哋條村，多馬嘅墳墓就係喺我哋條村嘅村口。你話多馬信唔信神啊？你話多馬從嗰日開始，佢信唔信啊？佢信到個地步，跟從耶穌一生都唔改變，傳道去印度，死喺印度，以至於嗰個印度全條村都成為基督徒。多馬，好多時我哋話呢個係多疑嘅人 ，a doubter。其實我覺得佢唔係疑惑，佢只不過係咩？佢要看見才信，佢唔看見佢唔能夠信。其實你同我都一樣，我哋冇睇到，我哋唔信。不過弟兄姊妹，你翻嚟祈禱，話俾神知，我要看見你先信咯。神一定會俾你看見。當我哋細佬哥細嘅時候，有一次我哋喺三藩市去一個培靈會，嗰、那個全三藩市嘅培靈會，我好多人去。我去到嗰度喺出邊有好多個檔攤，就係賣啲圖書啊，賣好多嘅書籤啊，或者嗰日見到係以前我在 Winnipeg 認識的一個的師母，跟她聊天，跟我說的時候，她說，我就告訴她我是誰，我認得你，我告訴她我現在做了傳道人，她說不可能的，因為你以前在 Winnipeg 的時候，你去教會只是做兩件事而已，第一就是吃，因為 potluck， 第二就是去追女生而已，原來以前我是這麼差勁的，這麼壞的。咁你就叫曬佢啲同工嚟睇下，你睇呢個人，佢以前唔信耶穌，佢而家信啦，佢而家做咗傳道人啦咁。嗱呢個只不過係一個佢講嘢嘅故事。咁佢咧就見到我個女，就送一個圖章嗰啲嘅一個 stamp 俾佢。我個女就攞咗個 stamp 就好開心啦，細路女就翻屋企去玩啦。點知道第日佢唔見咗個圖章喎。咁我哋喺樓下就話。你上去祈禱啦，你上去祈禱，神就俾翻你啦，咁又同你揾到啦，咁佢上去祈禱，一朝成日都揾唔到個圖章，揾唔到。第二晚佢又我哋又翻去嗰個嘅培靈會，佢又見到個師母，佢又話俾佢知佢唔見咗個圖章，個師母話我俾多過你，咁佢咪揾到咯？佢上去。他真的信到一個地步，他走上去祈禱，看看神怎麼給他。原來我那晚回去，那個師母看到，我再給多過你。我們找不到的東西，上帝給我們。怎知道十幾年之後，跟他執衣服，那條裙子都不適合穿的。原來他袋了在裙子，有個袋的，中間的袋，袋了一個袋的裡面。十幾年先有揾到，結果佢有兩個。上帝唔單止俾我哋，俾 double 我哋。弟兄姊妹，你信嗎？你信祈禱嗎？你信你嘅祈禱，上帝聽到嗎？多馬講話：如果我唔探入個勒旁嘅手，唔探入釘痕嘅手，我總不信。其實呢個好似講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祈禱嚟嘅，呢個與神嘅交通。其實你我哋同神嗰個祈禱係同神嚟到去傾偈啊！你講啲嘢俾神知，你信得過神聽嗎？多馬講嘅時候，耶穌走咗咯，唔喺嗰度。點知耶穌聽到八日之後嚟見多馬，特登為佢嚟。所以耶穌唔單止係為門徒而去，耶穌為多馬而去。弟兄姊妹。
你相信耶稣为你而来吗？你相信耶稣为你和我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吗？好像刚才说，我病的时候我祈祷，我想想，如果那个神里面有肿瘤，还说 1.06cm 的，连个 size 都当出来，我说你是死定了。怎知神来探我，后来照了出来的时候，医生说原来是个肥膏包住了一些肉瘤，那些 seeds。 他说以后不要吃那么多炸鸡，以后不要吃那么多烧鸭。我在想，如果这个肿瘤可能我死了，但耶稣来探我的时候，可能将个肿瘤改变了成为肥膏，不知道，我也不去查究了。总言之，我知道神为我而来，耶稣为你而来探你。好像我的女儿那样，不见了个图章，小路女走上房祈祷，她祈完祷那晚有人给我另外一个图章，耶稣听到她的祈祷，耶稣知道。弟兄姊妹，你的祈祷，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你的祈祷神会听吗？你相信你的生命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愿意你都去找神，神会听到，神会为你而来。很多年前我在教会这里星期五晚教书，跟大家唱一首歌，就是那次这首歌是成为了 我教那系列 的主题曲，晚晚都唱《生命之旅》。怎知道有一晚唱的时候，有个姊妹喊得很厉害，然后走了出门口。这首歌那次那晚我没唱完，我就出去门口跟个姊妹来到倾偈。我相信神去找他，神借这首歌去安慰他，希望这首歌能够帮助到你。当你感到飘零，他紧靠我；当我感到忧愁，他安慰我；我感到惊惶，他看顾我。感到飘零，他紧靠我，告诉我知他多爱我，曾于远方某一角无声降生这世上，寻想寻着我。当我感到忧愁，他安慰我，告诉我知他多爱我，微声里跟我倾诉人生里悲痛缺乏，他都承受过。曾听我心里万千伤心故事，他是心中泪儿干，人生里经过万千欢欣片段，是他竟天天伴随我。当我感到惊惶，他看顾我，告诉我知他多爱我，无需跨心与苦恼，明天有他领我路，恩典全属我。曾听我心里万千伤心故事，
是他使心中泪儿干。人生里经过万千欢欣片段，是他竟天片伴随我。当我感到惊惶，他看顾我，高号数号我知他多爱我，无需挂心与苦恼，明天有他领我路，恩典全属我。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我哋同读尼根亚信经，承认普世教会嘅信仰。我哋信上帝全能嘅圣父是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嘅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嘅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嘅上帝，从光所出嘅光，从真神所出嘅真神，是生成非造成，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藉着他受造。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被钉十字架，被害受死而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他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将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的，从圣父圣子所出，和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他凭众先知传谕，使我们使徒所传为圣而公的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所设的独一洗礼。我们盼望死后的复活，并来世的永生。阿门。请坐，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本主日牧区代祷网络，我们为到身体欠安的韦婉环、何根、周芙蓉、白曹慧娟、郭颜少薇、潘刘桂香、辜如周、辜凌志斌以及李许恩祷告，求主施恩怜悯，并且医治他们，让他们身体软弱的时候仍然能够坚心倚靠主、仰望主，并经历主的同在。我们用继续用启应的方式祷告。天父啊，我们为圣而公的教会祈祷，使我们可以合而为一，求你使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能够真心谦卑地服侍你，使一切人都能归荣耀与你的名。我们为一切主教、牧师、会吏祷告，使他们可以成为你圣道和圣礼的忠心执事。我们为世上万国一切执政掌权的人祷告，使人间可以有正义和和平。求你施恩，使我们大家在所从事的工作当中都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在你眼前蒙悦纳。求你怜悯那些被各样忧伤或者困苦所缠绕的人们，使他们可以从苦恼中得拯救。求你赐给离世者永恒的安息，使光明永远照耀他们。我们为已经进入喜乐的众圣徒赞美主，使我们亦都可以同享天国的福乐。我们亦都要为到自己以及别人的需要祷告。请听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这样讲：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其次是爱人如己，也是这样。现在让我们承认对上帝和友邻的过错，我们同读认罪文来祈祷。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反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恳求你施怜悯。我的圣子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以往，辅助我们的现在，引导我们的将来，好叫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蒙你悦纳，而归荣耀给你的圣名。阿门。全能的上帝施恩给你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所犯的罪，增强你们行善的力量，以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门。这个时候也是藉着这个平安礼，将这个平安送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姊妹呢？如果有，你可以举举手，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 OK， 都来过了。好，我们呢就下面要唱我们的堂歌。主耶稣基督这样讲，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给的，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一起起立，我们唱我们的堂歌《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姊妹们，上帝既然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我们同唱奉献诗普天颂赞第374首。
獻禮物，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門。願主與你們同在，你們心裡當仰望主。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你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萬物的主，這是合理的，也是美好可喜的事。我們 更當感謝上帝，因為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當日榮耀復活。聖子就是為我們所獻的，逾越節的真羔羊，也是除掉世上罪惡的。他受死就將死亡滅絕，他復活就將我們贏得永生。因為這樣，我們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使的會眾一同稱讚頌揚有榮耀的聖名，常讚美主說：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物的主上帝，你的榮光充滿天地，奉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在至高之處亦當稱頌主。因此的聖父，在你無窮的大愛裡，你照自己的形象創造我們。當我們陷落到罪惡裡，受到 邪惡和死亡的核制時，你憐憫我們，差你獨生永恆的聖子降生為人，經歷生死。他為你遵行你的旨意，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獻上，作為全人類完全的活祭，使我們和你萬有的聖父上帝重新和好。我們主耶穌基督被馬那夜拿起餅嚟，祝謝了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這個吃，是為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犧牲的，你們應當這樣做以紀念我。飯後他照樣拿起杯來祝謝，就對門徒這樣說：你們都拿這個喝，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和眾人為赦罪流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應這樣做以紀念我。因此我們宣揚信仰的奧秘這樣說：基督曾經受死，基督現已復活，基督將要再臨。天父啊，我們舉行這稱頌和感謝的獻祭，紀念我們得蒙救贖。我們就將這些禮物奉獻給你，追念聖子的受死、復活和升天。求你用聖靈將這餅和酒分別為聖，成為你的聖子的身體和寶血，這是你子民在基督裡所享受永恆的新生命的聖潔飲食。也求你使我們分別為聖，叫我們可以誠心領受這聖禮，在合一恆心與和平裡服侍你，到了末日就可以與你的忠聖徒進入你永遠的國度裡同享喜樂。我們所願所求的都是靠著聖子耶穌基督，唯願一切的尊貴榮耀歸於全能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主，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我們遵照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你今天賜給我們，饒恕我們的罪，要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門。我們擘開這個餅，分享基督的身體。上帝賜給祂子民的聖物，你們應當用信心前來領受，紀念基督為你們捨身流血，心裡感謝。清楚，我們歡迎每一個已經是信主受洗歸入基督名下的，
无论你由边个嘅教会、边个宗派嚟到我当中，欢迎你到前面嚟，你就领呢个饼同埋呢个杯，你个手咁样摆，我会将个饼摆喺你嘅手上边。如果你未能信主嘅，欢迎你到前面嚟，你个手咁样摆，我会为你祝福。请起立，我们同读感谢文来祈祷。天父永生的上帝，你施恩接纳我们作为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活泼肢体，并在祂圣体的宝血的圣事里用力量喂养了我们。现在求你差遣我们平安奔走世情，并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专心乐意的敬爱主、服侍主，都是靠着我们的主基督。阿们。赐平安的上帝，已经使你们的主耶稣，就是
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也使你们在各样的善工上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给你们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報告呢已經印咗喺我哋嘅秩序表，我哋周刊嘅上面啦。請大家呢就拎返去嚟到去睇一睇啦。咁呢就提醒一下呢，就係4月28號呢就係好種子嘅主日啦，就係聯合崇拜嘅，係喺午堂11點鐘聯合崇拜，會係由這個哈文牧師嚟到去講道。咁所以呢我哋聽大家記得嚟參加，咁咧就其他嘅事情咧就請睇秩序表就得啦。請起立，我哋同唱《退堂詩·普天頌讚》第431首。我们要在圣灵的能力里欢欣喜乐，感谢上主。